上一回呀，咱们讲过，诸葛亮呢写了一张借条，说等刘备取得西川之后，就把荆州还给东吴。刘备在诸葛亮等人的帮助下，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，不断壮大实力，不久啊就攻下了西川。这不，东吴的孙权听说这个消息之后，马上啊就派了一个部下去见刘备，向他讨回荆州。哈哈，不过啊，刘备可不会轻易地让出自己的地盘，他早就派了关羽去镇守荆州，而且刘备已经想好了解决的办法了。他先假装答应把荆州的三个郡还了，让孙权的部下直接去找关羽要。嘿嘿，谁不知道关羽是出了名的勇猛大将啊，要搞定他可不容易哦。果然听说有人来讨荆州，关羽啊生气极了，他指着孙权的部下大声说道：荆州是我大哥的地盘，哪能说让就让的，大哥让我镇守荆州，只要有我关羽在，荆州就绝对不会少一个郡。关羽的话音刚落，守在旁边的两个将领立刻手握武器上前一步，逼近孙权的部下。他吓得浑身发抖，赶紧灰溜溜地回去报告孙权了。唉，又没有拿回荆州。孙权烦躁地走来走去。这时候鲁肃出了一个主意，说他愿意派人去请关羽来吃饭，然后趁机除掉他，到时候就能把荆州夺回来了。孙权一听，嘿，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就让他赶紧去实施计划。但是啊，鲁肃还是有点担心的。可不嘛，关羽啊是像老虎那么勇猛的大将，这一不小心啊，那丢掉性命的可能就是自己呀。不过鲁肃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如果不这样做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回荆州了。于是鲁肃将宴会地点安排在江边的一个小亭子里，他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周围的环境，确保那些树林草丛可以藏得了50个功夫了得的士兵。然后呢，鲁肃又挑了一个很会说话的部下，让他去请关羽来参加宴会。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鲁肃才稍微放下心来。关羽听说鲁肃要请他吃饭，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但将士们都劝关羽说：将军，鲁肃请您吃饭肯定不怀好意，您要是去了，不知道有多少危险在等着您呢。关羽摆摆手说道：怕什么，明天我就去会会他。第二天，鲁肃按照计划早早就来到了江边等着关羽。不久他就看到有一只小船正往这边驶过来，船头上的一面红旗迎风飘扬，仔细一看，上面果然写着一个关字。只见关羽手里握着大刀，威风凛凛地站在船头，他的旁边只有一个部下跟着。鲁肃伸长了脖子往关羽的船后面看，却没有看到一个士兵，他不由得暗暗佩服关羽的胆量。很快关羽的船就来到了岸边，鲁肃赶紧请他到亭子里坐下。关羽把大刀递给自己的部下，就和鲁肃一边聊天一边喝起酒来。两人喝了几杯之后啊，鲁肃抓紧机会聊起了关于荆州的话题，说：关将军啊，你的大哥刘皇叔之前就已经跟我家主公约好了，等你们攻下西川之后就把荆州还给我们，但现在你却不肯还了，这不是不讲信用吗？没想到
关羽根本不接鲁肃的话，反而举起酒杯向他敬酒，说道：哎，今天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吃饭喝酒，不谈这些国家大事。今天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，怎能不谈呢？鲁肃偷瞄了关羽一眼，又将话题扯了回来，严肃地说道：我们两家既然已经约定好了，而且刘皇叔也已经答应要将荆州的三个郡还给我们，请你就不要再占着这些地方了。顿时宴会里的气氛紧张了起来，就好像一颗炸弹被点燃了引线，只等砰的一声爆炸。就在这时，那些藏起来的士兵们也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武器，他们相互点点头，准备随时冲出去将关羽杀了。突然，关羽的部下大声说道：天下的土地，有才能的人都有份，荆州怎么能只属于你们东吴呢？关羽一听，腾地站起来，一下子就从自己的部下手里抢过大刀，假装生气地说道：这是国家大事，轮不到你说话，出去。关羽一边说着，一边给他使眼色，部下马上明白了关羽的意思，退了出去。原来呀，关羽也早就安排了士兵在江对面等着了。只见他的部下飞快地往岸边跑去，抓起船头的红旗就挥动起来，一看到红旗信号，江对面的士兵们马上开船飞快地朝这边驶过来。而在亭子里的宴席上，关羽一手握着大刀，一手端着酒杯一饮而尽。他假装喝醉了，将手里的酒杯往地上一摔，然后一把将鲁肃拉了过来，把他抓得紧紧的，装作醉醺醺的说道：我好像喝得有点多了，今天先回去，咱们呐改天再喝。你来送送我吧。关羽抓着鲁肃就往江边走，他手里的大刀好像有点抓不稳似的，感觉随时都会砍下来呢。鲁肃顿时吓得腿都软了，只好拼命地向士兵们使眼色，让他们待在原地别动。士兵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怕鲁肃被关羽伤着，都不敢动了。就这样，关羽扯着鲁肃来到了江边。这时候呢，关羽的士兵们也都赶到了，所有的船一字排开，士兵们一个个都雄赳赳气昂昂地立在船上。关羽这才松开鲁肃的手，利落地跳上船，笑着说道：嘿嘿，今天多谢你的热情招待，改天咱们再多喝几杯。关羽说完也不等鲁肃回答，他直接下令让船掉头，领着自己的士兵们回去了。鲁肃呆呆地看着关羽的船驶出去很远，才慢慢地回过神来，松了一口气，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小命。可是他突然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荆州还是没要回来。唉，看来啊，关于荆州这件事儿可不好解决呢。不过这边刘备和孙权为了荆州斗来斗去，那边曹操啊已经另有计划喽。他不仅很快就夺取了汉中，还当上了魏王呢。这样一来，曹操的实力就更加强大了。那么